记得哦，把这个书拿在手上。我们从书这边的 closer， 他的自传哦，上面写了很多很精彩的故事，从书开始签。那 OK 了吗 ？OK 哈，好，那我们就从这边一一的进来，一个一个来哦，慢慢来，慢慢来。好，对，书就好了，书就好了，对，只有书哦，对，只有书。哦 ，Mr. Mariano 非常的细心哦，他会问这个粉丝们要签哪里。那当然呢，这本书值得大家细细的去品尝，请记得把书准备好，然后你希望这个 Mariano 要签在哪里的跟这个 Mr. Rivera 讲。好，球迷们签完了之后呢，就从另外一边不用走回来哈、哦，我们从这边上来，然后签完了之后，对，然后就从那边下去。好，麻烦球迷配合一下哈，因为我们前面都有限定了，就只有书而已，只有书，好不好？只有书，因为前面的球迷其实他们可能会希望多签一点，但是因为这个时间的关系，还有这个 Mariano 本身自己也有配合公司的关系哦，所以我们只签书，今天只签书哦。好，把你想要的那一页翻开来给他签，然后签完之后呢，请从舞台的另外一边。可以下去。那提醒大家呢，如果你是位置在外野的球迷，外野的球迷可以拍完照之后到楼梯那边下去，从楼梯那边下去，那边记得哦，从这边上来签完，从另外一边，你的东西，你的其他的东西。